就所以，嗨大家，新年差不多要到了，然后现在呢就要布置这里身后，花瓶呢就找不到我很满意的全白，所以呢现在呢就想要用金漆来涂这一个边，这样呢看起来就会有那个层次感了，大家就要赶紧布置的哦。好，我已经涂完了，真的很漂亮哦。然后这个花瓶没有要种那些植物的，所以我就直接堵着那个洞，以防那个沙子会掉下来。我就来铺草地哦，就是铺在这个地方。我现在要量一下看，看要怎样铺。我是用这个线来去量那个碗，之后跟着这个线一起剪，这样会比较准。我现在就要拿出来，哦，好漂亮！这个植物呢，其实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，但是很漂亮。然后就这样一直直的插进去。哎呀，不要动到这个，不要动到这个啊！妈妈会很小心的 ，OK？ 你先去吃点心啊，阿伦在吃着点心的，其实。管一点。现在就放一些石头，放满了。对呀，放满了。现在就要放白色的石头哦。对。好啦，现在已经差不多了，现在就要刮这个雕饰哦。花盆已经完成了，我还买了这些元宝。嗯，好啦，我已经布置完毕哦。漂亮，我也是觉得，上面也有啊。哇，喜欢吗？喜欢。阿伦弄得那么漂亮啊，厉害啊。好，现在就要等待迎接新春的到来。是谁？啊？怎么有礼物的？这怎么有礼物？哎呀！你很想爸爸抱抱啊？阿伦在吃着油干，黄爸爸就回来了，开心吗？哇！爸爸送你什么啊？哇！是人，是人。
怎么哭啊？头没了，谢谢爸爸。亲，爸爸，你看爸爸你，耶！要讲什么？谢谢。哎，好，妈妈祝你身体健康啊！谢谢妈妈。乖啊，长大了啊，知道吗？嗯，怎么这样害羞？你看他很害羞。今天是大年初一哦，我们现在呢就要赶紧的去阿润的公太家了，那里很热闹哦，没有试过这样热闹了，所以现在呢就要赶紧过去哦。Super Mario， 耶耶！红爸爸今天就是这样出发，Go！ 恭喜发财！大年初二，今天是吃开年菜哦。